真夫作一生恩，莫分生母，希望夹夹审查，夹夹同歌。您听得懂我的客家话吗？请谷主委来说。一早上请求翻译吴思瑶的客语，行政长卓荣泰听得笑眯眯，接着吴思瑶再使出越南语资讯，好紧张。红歌难快，中能失中，个人每希望难能失中，色绿生色，或非绿感生感多。这是越南话。呼吁苏省总预算不要再拖，无论卓回是否听得懂，为了能用越南语说，吴思瑶特别找来助手反复琢磨。学我的办公室的实习生是要教我越南语，这是新住民的代表。红沟南飞中娘撒中，个人每希望娘能撒中。现学现卖，不过来自越南的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就是不给面子。是我们吴委员哈，今天哈用一段越南文啊在讲总预算，我不太听得懂。翻译的那一段意思到底是什么？他的意思啊就是没有反派在总预算。将吴思瑶的句子逐句翻译似乎有点断断续续。麦玉珍说，如果要学越南语那找我就行。大家用 Google 来去翻译，但是要大家要知道我们越南的用法是跟台湾是颠倒的。委员你要学越南语可以来找我。想要讨教都很乐意，但听到的人大概不会太高兴。思瑶姐姐是学外语，我学西班牙文跟日文。 TVBS 新闻小会台北报道。